锦溪，让我看看。锦溪，这孔雀开屏栩栩如生，真好看。是，哪里比得上小主的和和二仙呢？快看，跟要活过来了一样。是啊，本无和和二仙，我不过随意想个样子剪罢了。不过我听说有人剪纸可以剪得和真人一模一样，只可惜我没见过。小主，眼前就有个现成的，我刚才看见小允子剪了小主的小像，正藏在袖子里呢。啊，真的？你别胡说。小允子，别小气，拿给我瞧瞧。快拿出来，快拿出来看看。呀，太像了，太像了。小允子，你手好巧啊。是啊，奴才手拙，剪不出小主的花如月貌，下次剪个更好的再给小主。是很像小主，不过光看这眉眼，倒有点像浣碧。啊，我哪里能跟小主比啊？让我看看，浣碧跟我时间久了，还真挺像的。那我怎么半点不像小主？若人人都一模一样，可不要吓人了。不过你那贪玩的性子，倒和我挺像的。哎，我听说啊，公主有这样的习俗。在除夕之夜，若是把心爱的东西挂到树枝上，而且挂得越高越好，并可以祈福。小主若是喜欢这个小象，不妨就把它挂到院子的树枝上，这样可以祈求来年事事如意。这也是小允子的福气嘛。好主意。不过我看着院子里都是枯树枝，没什么可挂的。哎，不如我们找个有梅花的地方，把小象挂上去。好啊。倚梅园的梅花就好。离咱们这儿还近。是白梅吗？是玉蕊檀心梅，开得像红云似的，好看极了。嗯，不错。雪花映着红梅簇簇，暗香浮动，这才算是良辰美景吧。嗯，我去看看。小主，是不得。小主身子稍微大好，不能外出走动。况且皇后吩咐下来说，小主身感时急，不宜外出走动。若是传到皇后耳中，怕要怪罪的。是啊。这夜深人静的，大家都在试验呢。我一会儿穿着斗篷出去，既暖和又不显眼。何况我都病了那么久了，也该出去散散心了。小主，小主，谁都不许跟着，我一个人去。谁要还敢拦着，我就罚他在雪地里守岁一晚。哎，小主。什么破差事啊！大过年的，偏是我一个人在这受冻。什么点花之祭神啊，不就是欺负我是新来的吗？Thank you.
道宫中，人人都求皇恩圣宠。我一愿父母妹妹安康顺遂，二愿在宫中平安一世，了此残生。宫中争斗不断，要保全自身实属不易。愿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谁在那里？是谁在那里？是谁？再不说话，别让人把整个倚梅园翻过来。奴婢，倚梅园的宫女，不想扰了尊驾，请恕罪。你读过书吗？叫什么名字？奴婢贱名，恐误了尊耳。哎，别过来！我的鞋袜湿了，再换呢。